我就是来的有点晚哦，来的有点晚。那个是啊，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我们是同一时期的，真的是同一时期的主播。然后那个真的我那个，这真比不了，真比不了。那你看人家发展的确实哎这么好，然后又自己开工会，然后工会就是没啥事我 PK 的时候总是能碰见那个七彩的主播，然后都对我都挺好的。真的真的，然后那个这几天总 PK 的时候老碰见，然后哎呀就觉得挺那个啥的，挺也为菲儿高兴，真的。然后也希望菲儿越来越好，然后那工会越来越好，自己也发展越来越好。咱们可能都是不太会说话，然后我不太会交流，我跟自己家人也不太会交流，真的。所以各方面菲儿多担待哈，然后也真诚希望工会越来越好，然后自己的直播间也越来越好，4823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越来越好。我这头发真是，我要洗头发，因为每次要洗头发不想就太懒了，然后戴个假发，哈哈。然后也啊，我其实我也得管你，你比我早几天，你比我早几天，那班姐，我得管。别，就叫名字就行，真的是。真的是一实习直播。哎，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是，不管是直播也好，或者体重，我都觉得都差不多。就是过了 N 多年后，我觉得我体重好像有所上浮，你倒减下去。我是以前那个时候咱俩差不多胖瘦，我觉得。哦，那可能我可能真是我那个年龄比较大，就是我年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也胖过，哈哈，真的真的，我年轻的时候也胖过，也挺胖，真的。然后那个我又减肥呀，就什么都不吃，就是生饿的，真的，我生饿的，饿完了之后，然后现在也胖不起来了。然后那个没事，那个到了我这岁数啊，菲儿你肯定能瘦下来。哦，然后那个我唱首歌吧，然后我不太会，不太会说啥啊，然后我就唱个这个有人，就是抖音上还比较流行的，然后我唱个这个吧。哦，然后那个祝福性，然后希望兄弟姐妹们都开心啊，今天都开心，我升个调啊。这首有人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这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啊！然后那事业越来越好，真的，生日快乐！希望以后每年我都能来，真的。有人爱得盲目，有人有眼无珠，有人付之全部，有人一文无数，有人强求幸福，有人尽心孤独，有人撞破头颅，有人原地吃素。我们睁大了眼睛才世故，磨尖了牙齿却贪图，不想期待平凡世界的找保护，才会哭着笑着装糊涂。有人家财万贯却还失声痛哭，有人身无分文却也活得幸福。有人如不付出半杯酒无边，再无贪图。有人欢乐张脸企图脱颖而出，有人躲躲藏藏不想引人注目。有人狰狞面目却还装得衣冠楚楚。主播也多，然后那个那个其他工会的主播也多，然后我就不耽误时间了，然后希望菲儿越来越好，有啥事你就微信给我，我不多事儿，然后我也不我真不差事，真的真的。然后那个以后这就活动然后你就叫我行了。啊，然后希望真的希望越来越好，大家也越来越好啊。啊，那个今天话还挺多的。那我就一会儿我就去那个就要拍卖去了啊，然后挂了一会儿，然后那个陪你一会儿啊，好嘞，拜拜。好啊，感谢一下我老妹儿啊，大家的话呢也多多支持啊。其实的话呢，确实啊，能感觉出来他们的话呢，每一位主播都是那样的优秀，对不对？来，那我们继续，欢迎一下我们的九晴。感谢我
友情的礼物。好，那么现在的话呢，所连到的啊是我们的小薇啊，也是咱们自己家的一位主播。来，你好，这位姑娘啊，这个可以开麦了，辛苦。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晚上好，菲儿姐生日快乐，今天晚上真美呀。然后今天在这里呢，我也想要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以及问候，祝老大生日快乐。然后也很幸运，也很非常的开心能够进入到咱们的七彩的大家庭，也很感谢老大，还有咱们七彩公会以及咱们七彩公会的所有的主播们，还有咱们六九军团的大哥们一直以来对小丫头的大力支持。然后今天在这里呢，想要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哈，然后想要让老大呢，希望你生日快乐，然后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每一天。在这里送上小半首的歌曲潇洒走一回，送给老大，也送给所有直播间里的兄弟姐妹们，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玩得开心。永远十八岁，就唱一小段啊，就唱一小段。然后呢，今天咱们的七彩主播也特别多，嘉宾朋友也特别多，就是最真诚的问候以及最真心的祝福，祝愿老大生日快乐。然后我就先下去了啊，拜拜拜拜，先下去了。好啊，在这里的话呢，感谢一下我们的小薇啊，以及欢迎一下我们的毕哥啊。来，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连到是我们的老九啊，我们的九情老铁，来，在手机上的啊，铁子，你说话吧。我卡吗？还行，还行，能听到。OK 啊，那个祝我艾师生日快乐啊！我这一进来，我这一看，欢迎大徒弟了都，生日快乐。那个，我今天早上听说的，我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听说的，我说那个也没说一声。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正好今天人多啊，我的艾师是怎么来的呢？艾师是18年打底头条。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是菲儿。那个我今天我直播，他们跟我说的，说你过生日，我说那个也没发个微信，也没发个 YY 什么的。然后那个我说我知道了，人必须得到。然后他们跟我说你谁都没邀请嘛，这种事儿该说就得说呗，该说就得说，真的啊，生日快乐。好吧，祝菲尔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们的七彩公会也越来越好，祝六九军团的兄弟们那个也节日快乐。我在外边呢，今天晚上也有一朋友过生日，然后在外边吃饭呢，然后那个还没回去，我就拿手机简单送个祝福，好吧？感谢六九军团的兄弟们以及大哥们的支持啊，也祝菲尔这个在未来的道路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咱们那个有事微信常沟通就完了。好吧，有事你就说就完了，不用不好意思，真的啊，你就吱一声就完了，我指定什么时候都到就完了啊。好了，我就下去了，拜拜，感谢我红红老铁啊，谢谢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啊，感谢一下我们的九情啊。
其实啊，大家的话呢，可能菲儿这边属实啊，我看到这个，看到 B 哥来了啊，这个我记得应该是 B 哥也是刚刚知道，他自己琢磨的，说今天是你生日啊，后来就这么一个情况啊，说明一个问题，确实你这个该叫就叫，对不对？这么多人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来，那我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是我们 YY 云王者，我们的 B 哥啊，欢迎一下 B 哥。来 ，B 哥，请接麦，掌声有请。哎，谢谢黄昏啊，我是真不知道，刚才我搁那播游戏呢，我这是正入迷呢，就玩游戏呢，然后完事粉丝我说今儿菲儿生日你不去吗？我就看头顶上啾啾啾一架一架飞机，我是可能真的。我赶紧微信问一嘴，我说你咋今天生日吗？他是，我说你咋没通知呢？他谁都没通知，谁都没说。但是咱知道了，关系摆在这儿，咱们小驴们，包括跟六九军团没事经常互动，我说肯定得来，别人来不来不管，但是我肯定得带着小驴们，带着诚挚的祝福来。礼物我就不刷了，也可以刷，但是我给转了个包，祝这个菲儿也祝咱们六九军团可以这个越来越好，也祝菲儿的七彩公会可以办得节节高，芝麻开花节节高，旗下有很多优秀的主播，我记得什么打压二丫是吧，还有经常跟我连的那几个小姑娘是吧，几个小姑娘都不错，都是才艺的，一亮嗓子的一个个都能上春晚的，都挺好的。别的就不多说了，我把最真挚的祝福送到，然后希望咱们4823越来越好，希望菲儿也可以越来越好，注意身体，然后保护好嗓子，然后甭管是大小型的比赛还是平日里的直播都非常用心啊。你包括看菲儿有时候装扮呀，包括身体不适的时候有时候还带病直播，每天去换各种各样的造型，包括公会的主播也很正能量，也希望两家友谊长存，多多互动好吗？不多说了，然后这个把时间交给接下来的主播，交给黄昏，然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嘞啊，感谢一下毕哥啊。其实这个毕哥刚才说了很多啊，这个真心的感谢我们毕哥的这份支持。来，那我们继续啊，同时欢迎一下我们的仔仔。三金哥回来了啊，三金哥刚才公屏扣一了啊，咱们一会儿连一下三金哥。来，那现在的话呢是来自我们2公会一哥，我们的仔仔啊，也是这个我的一个非常给的一位老铁啊，巨人仔，来掌声有请。谢谢黄昏兄弟，姐姐好，姐姐今天是你生日，我不知道，我刚才小号没事溜达，然后到直播间一看生日啊，我立马过来了啊，祝姐姐生日快乐啊，然后也希望姐姐永远18岁，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也同样希望七彩公会能够越办越好啊。仔仔，只要是我知道我必须过来，菲儿姐对我很好，真的谢谢啊，我多了不说了，祝你越来越好，我唱半首歌对你的一份祝福，也送给菲儿姐家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也祝你们生日快乐啊！欢迎三金哥。谢谢大家，祝你们越来越好。一首歌送给你们。流泪不让人看见，所有苦藏心里面，我的朋友最近有什么改变，笑着说一声再见，走遍天涯也怀念，不敢回头，刻骨铭心的柔软，总是会好久不见，相拥却依然温暖，江湖总会再擦肩，喝一杯肝肠寸断，夜们就要勇敢去承担，因为我要变成你的山，悲喜从不会写在脸上，是个男人就不该抱怨，夜们就要勇敢去承担，挥霍是对失去的纪念，爱了三叹气一瞬间，是个爷们无悔也无怨，不要
祝你生日快乐啊！好，再见，拜拜。好啊，感谢一下我们的仔仔，欢迎一下我们的阿扎啊！来，那我们活动继续啊，你可以连一下三哥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是我们 YY 当中的一位好哥哥三哥啊，特别牛逼，而且的话呢，在活动开场的时候，大哥刷礼物给整个频道干卡了啊，记忆犹新，厉害啊哥！来，我把麦克风呢就交给一下我们的三金哥，来哥可以开麦了。喂，能听我说话吗？我刚到家，然后刚才出去办点事儿，然后那个祝飞儿生日快乐啊！这个飞儿这个工会啊，真的就是在 YY 上唱歌这一块，属实的非常狠。然后祝飞儿越来越好，然后呢，祝七彩工会啊也越来越好。我也不放什么背景音乐了，我也不表演才艺了啊，就班门弄那就属于班门弄斧了。然后刚才我在外边用手机看的时候。我看你后边坐那几个人儿，那小伙儿啊，怎么像受气的似的呢？啊，然后那个，反正就祝七彩公会所有主播都越来越好吧。刚才我看阿扎也来了，然后飞儿连下阿扎吧。然后我就这两个号就挂在这儿了。然后那个我就回去直播去了，啊。然后拜拜，越来越好。然后菲儿有事你就给我发微信啊，有什么事任何事你就言语一声就行了。OK。然后还有一个事求你那事啊，我告诉那个平安啊，照顾照顾我。Okay. 啊 okay, okay. 好了。拜拜兄弟们走了。好的。然后黄昏辛苦了，黄昏。感谢三金哥的祝福啊，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啊。干别的，来，那个刚才说了，说是那个小伙挺那个憋气的，那个小伙是那个雇来的员工啊。来，那我们继续啊。那现在的话呢，所连到的是我们的阿扎啊。YY 当中的话呢，他家是这个做年度的啊，这个做 YY 工会的啊，这个特厉害啊。这个 YY 当中只要大小活动的话呢，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啊。YY 第一人也算得上。那我把麦克风呢就交给一下我们的阿扎，来，掌声有请。好的，谢谢我们的混哥介绍啊，然后今天很开心能来到我们4823我们菲儿姐的直播间，然后生日快乐。一直以来我玩这个 YY 三年以来，就是像我们菲儿姐一样能做一个这么庞大的七彩工会是我的一个目标啊，希望今年我能多多去这个观看一下我菲儿姐直播，看看大家伙是怎么玩的，我多学习学习一下啊！希望我姐越来越好，还有家里的一些兄弟姐妹们越来越团结啊，开心。然后送一首歌曲吧。然后今天3月3号，祝你生日快乐，也祝这个我艾米姐也是生日。然后祝愿你俩美女天天开心，天天幸福啊！来首《纸短情长》送给大家。喂喂。你陪我步入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流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岁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哇塞，这绝版气球。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言语，我的故事都是关于飞儿。怎么会爱上了他，便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都是关于菲儿。好了，谢谢啊，拜拜，下次再见。好，感谢一下我们的阿扎，来，那我们继续，欢迎一下我们的哲哥。欢
亚所有的哲家军的这兄弟们。一波一波接踵而来，大风带着我摇摆，梦在燃烧，心在澎湃，不用徘徊。大摇大摆飘在人海，随着心情放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就是我们的哲哥了。大家都知道，前两天啊，这个哲哥这边的话呢，是新月工会这个颁奖，当时啊，这个整个 YY 啊，各大这些游客啊，当时都看了，那整个台面气场，那人满人患，真的是那人太多了。据我观察，应该是上百万的这个人啊，活人啊，真人在现场。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把麦克风呢就交给一下我们的哲哥啊，新月工会的 OW， 来，掌声有请。喂喂，这声这么喂，在这里祝愿我妹的飞儿生日快乐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他妈睡着了我。得回我定俩闹铃，要不一下干九点多去了，这家太困了，睡懵了。隐隐约约在梦里就听见有人在呼喊我，快点起来，有人过生日，快点的。我直接我就醒了。在这里祝愿妹的飞儿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越来越好。在此之际也希望两家的友谊越来越好，越来长存。小鸭子们跟那个六九军团们越来越好。然后在这里也祝愿七彩工会在2019年能够发展的越来越棒啊！生日快乐，祝福送到，礼也送到，来一段小小才艺，我就滚蛋。越来越好啊！祝愿我妹子啊！催眠的风花雪月浪漫，是情人的半贪恋，爱看情愁都好看，又让你痛不欲生，又让你的嘴装疯，总有觉得太顽固，直到哭着笑才懂欲问心天，这人生有几何，怕这去日苦多，往事讨一杯相思喝，倘若这回还像曾经执着，先只念你一个，那我可能是过情了，浊酒一杯，余生不悲不喜，何惧爱恨别离，一路纵马去斟酌，一曲相思如江水与山歌，在游伞下走过，悠然如梦是恍如昨。在这里祝愿我妹子生日快乐，越来越棒，下边嘉宾也挺多，不耽误大家时间，有事儿就吱声，妹子啊，友谊长存，越来越好。好嘞，黄昏接麦。好啊，来，那在这里啊，这个正好这边所有的兄弟都在呢，咱们给大家发点福利，好吧？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奖品名单的话呢，咱们这样吧，来这个腰带啊，咱们的话来一次性送十个，行吧？咱们也狠点儿。啊，狠点的十个，来他妈十个啊！正好的话呢，这个这边人比较多，来，那我们菲尔的话呢，以公平截屏的方式啊，咱们抽取这个幸运儿。那刚才我哲哥说了，说是这个啊，睡觉的时候隐隐约有一种声音在呼唤着他，其实那声音就是我。啊，我说啊，哲哥起来吧，该随礼了。来来，我们看一下啊，开始倒计时啊，这个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看到这是有牌子的啊，卡宾的这个腰带啊，带转的啊，看到了啊，啊，是他赞助的啊，哦，我以为是用牌子呢，来，咱们开始吧，开始啊，这个选一下啊，咱们这十位朋友啊，五位吧，啊，五位，来，咱们先发五个吧，后面再发啊，因为的话，刚才我看是大哥赞助的，也不知道他赞助多少台，多少条啊，来，开始倒计时，三二一，停。我要试着为你变坏，学会主动向你告白，请现在接受我的爱，所有烦恼说声拜拜，
我们才是最好未来。跟着我好的，那把中奖的这位朋友的话报到我们的麦序当中，也请记得啊，这个把你的号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奖品的话呢会在啊这个七个工作日内发放到你的家中啊。来，那我们恭喜一下我们以上的这位朋友，那我们继续。狂浪，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在起起伏伏，狂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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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不被约束，狂浪，狂浪，一路疯狂，一路流浪。连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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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连麦。我给发五条，刚才的话我不敢多发，我怕大哥的话没怎么那么多、啊。没事，200多个呢，就腰带就200多个，不算你。啊，腰带就200多个。大哥，真敞亮。来，那我们连一下我们的这位姑娘啊，先把这位主播连了，完了我们再给大家发啊。来，我们的胖花啊。来，姑娘，这眼睛咋的了？带血丝来的。来吧。六九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然后在这里祝飞姐生日快乐，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嗯，像我飞姐，今年19，明年18，越活越像一朵美丽的小鲜花。然后这是。来七彩公会第一个整年陪飞姐过的第二个生日，希望从今往后飞姐每一个生日，我们所有的七彩主播六九的家人们，还有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大家都可以陪我飞姐一起过生日，生日快乐飞姐。然后我这个嗓子唱不了歌了，我跳一支舞蹈送给大家，送给我飞姐。然后这个歌的名字叫像红尘相思泪，大家不要忘了帮我们飞姐这首新歌打打榜哦。啊，我就开始了，老师。照月山，低头念相思愁素颜，深夜思绪沾，孤枕难入眠，空留一抹忧伤在心田。窗外风难吹乱相思恋，风一散做梦缠绵，红尘情难断，泪洒为红颜，不忘西楼夜雨寂寂空悲叹。西湖山相思泪，念及伊人绕心扉，怎奈何烛火尽空徘徊。情付流水，一世月化作一滴红尘泪。谢谢，我就跳到这里了，再次祝飞姐生日快乐。我这个咋下去、啊、好像卡住了。哎，行，好，来，这位姑娘啊，辛苦啊，你这个舞跳的是一种这个特别有艺术感的啊，挺好的。那以及的话呢，也欢迎一下我们这边所有这些大哥，感谢一下我们的心理哥啊。好，那么连到的是子阳。哎，我对子阳的那个是子阳是吧？
哎，我对子阳的那个印象是特别的深刻啊，他的话也是特别的勤奋的一位主播，我有他微信的啊。来，你好，洋洋姐，黄哥，黄哥你好，黄哥，祝我姐生日快乐啊！我今天起来有点晚了，完了那啥，那个我瞅刚才表演才艺表演的都挺好，完了这么的吧，我也表演个才艺，大家都知道我是干啥的，姐我这么的，我在这块黑扒拉点人去，研究研究，行不行，姐？你看。黑吧在这儿，咱歪歪主播啥的，一个别放过，对不对？大喜的日子，咱们给他们都支棱过来。那个我声有点小啊，反正我就上来送个祝福，祝菲儿姐生日快乐。我直播道路上嘛，我菲儿姐对我帮助应该是最大的主播，没有之一。也感谢4823的兄弟对子阳的一直的支持，感谢特别大哥大姐。完了我就下来姐啊，祝我姐生日快乐，祝七彩军团。七彩工会发展越来越好，祝陆军团越来越强大啊！拜拜。嗯，好啊，感谢一下我们的子阳啊，我记得他应该是这个每天直播这个时间段啊都是特别的辛苦。哎呀，这又来一个啊，这又来一个狠的啊！欢迎一下我们的韩七啊。爱就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看月牙湾下的泪。其实啊，说句很到位的一句话，这些主播的话，他们每一位都是非常的优秀。在这里的话呢，也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一些嘉宾啊。来，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就是我们的韩七啊，七哥啊，好久不见，可以开麦了。好嘞，接过黄黄哥的麦克，祝我姐夫人生日快乐。子阳行，姐子阳他妈一天早上他妈聊他妈两小时新闻，他妈能讲你他妈1小时58分钟，那行，那他太行了。老七呀，你怎么才来呀？我那啥，兄弟们，刚才刚刚和两个姓马的哥们呢谈了一个700亿的生意，一个说是谈的关于花呗的事儿，一个是谈的关于游戏的。后来哎呀，俩姓马的兄弟们非得要请我吃饭，说你七哥好不容易来一回吃我饭，我说我姐要过生日了，我哪有时间跟你吃饭？你啥牌面你不知道啊？有个马的姓马的个稍微小点嘛，兄弟们说搁网络不能再吹了，兄弟们就是说一个小才艺，兄弟们起地不耽误时间我就下去了，兄弟们就是一段 B-box 送给我菲儿大姐和直播间的每一位兄弟姐妹。Ladies and gentlemen, once again you are now witnessing the Godfather noise. Yo, hit me off with something funky, baby.好了姐，我下去了，姐生日快乐。好啊，你看眼睛裂了，这个是高手啊，高手。来，那我们继续。梦想穿过了细雨，冒汗了多少的差异。确实啊，你看到这些主播的话呢，就是内心当中啊就无比的欢乐，确实他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笑点，给大家带来无数的这些祝福。那在这里感谢咱们所有的这些兄弟。感谢一下大哥啊，感谢一下我们的天道哥哥。大家的话呢也可以看得到啊，今天晚上当中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主播，也跟大家说一声有招待不周的地方啊，大家的话呢多多去理解一下。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所连到的是我们的小丸子啊。来，你好，这位主播。那、啊、你好那个主持人辛苦了啊，然后祝我们老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让我们老大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反正每天开开心心的，然后也祝那个我们那个六九军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火，七彩公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我就唱半首歌吧。
风轻轻地吹呀吹着我头发，你说我就像是一朵花，让我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帮我来画。马路上的人啊边走边唱啊，唱着我们当年的歌呀，你说跟着你跟着你跟着你帮我来画。我随你画，我是随你画，我是随你到天涯里的画，不怕世界大，不怕冷风呼呼刮，我要陪你闯一闯天下。好啦，然后我就唱到这儿了，然后再一次就是说祝老大生日快乐，然后祝我们六九军团越来越好，祝七彩公会越来越好啊。那我就下去了。哎呀这。嗯好吧。哎呀这主播咋演这么熟呢啊，这个是应该菲儿那边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吃水去了吧啊，这个稍微等一下啊，行，让他坐一坐啊，体验一下大直播间啊。来，那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啊，你继续连其他的啊，你看一下这个麦序当其他的这些主播啊，你们也记得啊，别因为坏人了就不随礼啊，这边都是能听得到的。哎我操，这小姑娘有脾气啊，行，厉害了。我从半路看回去，这小姑娘以为是我走错直播间了。好，那我们跟这位主播可以互动一下啊。来，你好，这位姑娘。哎，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辛苦了。哎，是生活化的声音很甜啊！你记得这个是你老大的活动，这个穿黑衣服的这个是，就是代理啊，算了啊。我们工会特别优秀的，然后还是我们老大的徒弟。你夸他干啥呀？其实啊，大家都看在眼里啊，在我们工会特别优秀。哎，大家听不到你的声音呢。他不说话，他一般就是收礼的。我以为他在跟我说话呢。嗯，回来了，回来了。一看到你啊，这个方方面面的还非常不错的。你老大刚才应该是比较忙。啊，那个来吧，这叫新歌 啊， 啊，这个姑娘、嗯、来可以这个展示一下。好想你哦，亲爱的，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然后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也祝我们七彩公会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然后呢，我把一首《一支穿云箭》送给所有的宝宝，哥哥们有没有配合我一下的？哥哥送我们《一支穿云箭》。老大，好想你哦，亲爱的。走进我的世界，打开我的世界，每一天带给你不同的新鲜，像花香的蔓延，像可乐的甘甜，让你神清气爽，让你笑容灿烂，卸掉你的疲倦，进入我的房间，每一天都有我用心的陪伴，像行舟的靠岸，像平静的港湾。
二三都很紧张。好了，那主持人我就不打扰了，拜拜老大，现在就拜拜。好啊，这个在这里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位姑娘，来，那我们来大咖了啊！直播间里的话来了一批部队啊，欢迎一下我们的小虎队儿。呼啦呼啦飞，呼啦追相随，巴黎呀嘿。来，那我们连一下我们的这位美女胖晨，来，可以开麦了。好，辛苦了主持人，然后也辛苦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兄弟姐妹了啊！然后祝我们那个菲儿姐生日快乐，越来越好。然后我先唱首歌吧，我一说话我就紧张。先来一首歌啊，欢迎小虎队，欢迎勉哥。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请告别昨日，是想去未来的路。然后祝我们菲儿姐越来越好，也祝我们七彩越来越好。然后我就到这里吧，后面还有很多主播。好，主持人。哎，好啊，确实后面有很多的主播，尤其这个下一位狠了啊！欢迎一下我们勉哥，同时的话呢，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大一啊！来，那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这位男主播的话，大家的话可能必须得你得认识，可能说你第一次来到 YY 播，你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呢？他是我们 YY 当中论唱歌男主播当中的一个榜样，更是我们的一个传奇。那我们把麦克风呢就交给一下我们的勉哥，来，掌声有请。在这里衷心的祝菲儿妹妹生日快乐。我一看你这个出啊，那可能是改地方了，不是坐在那屋了，那网实在是整不好，那个网实在是不行，不行换个屋吧，还回家播去吧。我感觉回家了哦。完了，那个刚才我是没瞅真的你后面坐那帮女孩啥的，我刚才没瞅真，完了我一上来之后看不着了，一会儿我下去之后我再看看，细瞅瞅，要行的话我去溜达圈儿。我喝出一个多小时时间没啥事干，这晚上我也不睡觉了，在那溜达。啊，在这里祝菲儿妹妹生日快乐，也祝所有的兄弟姐妹们，菲儿家的六九军团的所有兄弟姐妹们，新年快乐吧。过年已经过去了，但也是祝你们新年快乐，拜个晚年哦。一首歌叫做，还这歌比较适合这种气氛唱，就是情面，祝妹妹生日快乐。今天感冒了，嗓子有点不对劲儿。藏在舍得之间，敬佩有时候让人两难，成败哪来的偶然，很多事情你不曾看见，感叹比肩绽放之间，荣耀进步守候的孤单，脚下伸出了老茧，谢谢有你还在我身边，深呼吸，别害怕，这世
也希望妹妹有时候有没什么事的时候啊，我可以上来哈尔滨做客去啊，完找你哥玩，请你吃小龙虾啊，没啥事，我上那个绥化，你请我吃啥都行啊。老黄，请麦老黄，我嗓子今天感冒哑了都有点啊。哎，兄弟，玩开心，玩愉快啊。好啊，感谢一下我们勉哥啊。其实说一句很到位一句话，勉哥的话呢，他一唱歌的话，那种气氛他就不一样。勉哥给你看到了啊，后面那几个小姑娘啊，喜欢哪个，到时候微信告菲儿就可以了啊，马上立马送过去啊。来，那我们继续。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是我们的大一哥啊，这个前几天的话呢，也是比较忙啊。啊，颁奖去了啊！这个现在的话呢，一般都是颁奖嘉宾啊。那以及我大衣哥的话呢，直播是非常的有特点，有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呐、啊，包括他的很多的一些成绩，最关键您的才艺啊，确实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那我把麦克风呢就交给一下我们的大衣，来，掌声有请。哎，好嘞，这边那个飞啊，有没有发这个？菲亚，你也跟我，你这生日你也跟我说一声啊！你也不讲，我刚刚都准备直播了，然后这边管理还有他们下面很多参加我们家的一些人呢、啊，在我直播间里说，那个菲亚今天生日，你赶不过赶紧过去。我说你，我还以为是我公会里面有一个叫菲亚的，我还以为是我公会里面菲亚，他们说是你直播间里面是你，我说不对啊，我说没收到通知啊，你下次你有什么活动你跟我说一声，要不要搞的话都尴尬。你说行啊？你看我这一次幸亏我知道了，要不知道的话你跟人家不说嘛，对吧？你。本来呢这关系都挺好的，咱俩行了，在这边啊祝这个菲亚呢就是说就是生日快乐吧，就是说直播间呢也会越来越好，更过多的一些客气话也不说，不多说了，好吧，行了，还有也祝咱们六九军团呢也会越来越好，在19年2019啥都有，要啥啥都有啊，吃吧麻香啊。这边我就歌曲我也就不唱了吧，好吧，我就上来送个祝福，因为下面或者应该下面还有嘉宾挺多的，我不想去唱，因为我的这个歌声呢在全网是第一男主播，有时候我不想去唱，我要一唱嘛，我就人家又说了大衣哥到菲亚直播间里面来吸粉了，知道吧，是这样的个情况。我就都避免这样的一些，我不喜欢别人说闲话，你看我行，那我要唱我就唱吧，来我来一个好吧，来一首啊，既然你们让我唱的啊，吸粉别怪我啊。来一首啊，给大伙儿来一首刘德华的歌曲，模仿一下刘德华，稍微有特点一点的啊。华仔。来一首刘德华的歌曲，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送给菲儿。生日快乐！平常的你就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谁会没有写下这一个？情定已老，我只担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理由，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的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就让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会在等候。好了，我就唱那么多吧，行吧，那个菲亚，好吧，我就不唱太多了，我就本来我还准备想再唱一首的，我看刚刚有个兄弟说老大回家直播了，行，我先撤了啊。行了，黄坤啊，这边我就下场了，黄坤、啊。这不是黄坤吗、哎？啊，我先场了。没什么抽奖活动了吧？那你就抽个奖吧，你抽个奖吧。那个，你抽，你给你五个名额啊，腰带啊，腰带啊，都是带品牌镶钻的。那不是，就这样吧。你看，
我呢就一下子截屏，然后我就从那截屏上面的这个从往上排一二三，对，行 OK 来吧一，有跟我来的一些兄弟们，大家抓紧时间扣，好吧，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他的人给干了。三二一开始啊，等一下，这都是皇马啊，我把这个给放上去，哎，我放上去啊，这能搜索到吗？截个图来，你们截张图啊，从这个万树到情缘啊，对，江红情缘啊，截个图，好 ，OK， 行，那我先撤了啊，黄黄，还有菲尔，加油，菲尔啊，越来越好啊，拜拜，好啊，感谢一下我们的大爷。后面那小姑娘长得是不错哈，怪不得我敏哥刚才惦记了一下。来，那我们继续。来，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也是咱们自己家的一位妹子啊，我们的文雅，以及欢迎一下我们的 Q 姐，欢迎一下大 Q。来，那我们的这位姑娘，来，请接麦。好，接个我黄坤哥的 Michael， 老大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年年十八，直播道路一路长虹哦。啊，欢迎我们 Q 姐啊。接下来呢，我就带来一小段歌吧。我为你唱一首情歌，这是你最爱听的歌，千山万水我们走过，千辛万苦我们爱过，牵不到你的手，感受不到温柔，爱情是不远不可求，任时光似水流，青春悄悄溜走，分开就什么都没有，就唱到这儿，不耽误太多时间了，老大我先下去喽，生日快乐。哎，这姑娘这高音真狠啊，这就是咱们七仔公会啊当中的话，这些优秀的主播确实厉害。来，那我们同时的话呢，也感谢一下 Q 姐的礼物。哎，来，那我们继续。那所有的好朋友们的话呢，也是在辛苦了在座的所有的那些主播们。这个也是我们 YY 啊，论口才论 MC 人家的话是王者，论唱歌人家也是非常的专业。那我把麦克风呢就交给一下我们的 YY 第一女神，我们的大 Q， 掌声有请。好嘞，接过我们主持人黄昏老铁的麦克风，非常高兴这次能够来自来参加菲儿的生日会啊。你咋一声都不吱呢？你挺厉害呀，过生日怎么悄没声的过呢？你怕人知道啊？没有，就发了朋友圈，就没有就是各个就是群发呀，或者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发，没有。是你不用单独的发，你这吱一声也行啊。我这家里边哥们们告诉我的，跟我说，菲儿今儿过生日你不来呀？我说他过生日我不能不去啊，我有啥事的时候人家都来，那我能不去吗？家里边哥们说，那你还不对后台，还不抓紧坑钱，还不抓紧给人随礼。我说不知道啊，真的，你挺行啊，你这家伙的，你这随礼你也不想着往回要。行，非常高兴这次能够参加菲儿的生日会啊，因为和菲儿认识的时间也很长了，不管是从 YY 上的感情也好，还是说我们俩性格上也好吧，都比较能合得来，一直以来呢我们俩的关系也都是非常的好，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矛盾，也平时呢也是互相之间经常发乱斗发 PK， 也经常一起玩啊，菲儿家的宝们应该都知道。然后呢很开心在 YY 上能够有菲儿这样的一个好朋友，特别高兴能够和菲儿认识。你是坐时间长困了？你咋了？
不是要打喷嚏的时候鼻子不透气儿了，有点难受。啊，是我看你鼻头有点红，有点感冒啥的。行，和菲儿认识时间也是很长了，衷心祝愿菲儿生日快乐，直播间一路长虹，也祝六九军团越来越好，祝直播间的每一位到场的大哥大姐以及在座的各位主播们都可以玩得开心，玩得愉快。也希望菲儿未来在 YY 上的道路带领着七彩公会吧，可以蓬勃发展，有一个好的发展趋势，也可以越来越牛逼，越来越狠，越乐，越来越乐，越来越乐，越来越变态。我今天嗓子有点不得劲儿，完了我就不多说了，给菲儿唱首歌，我就下去了。给那个，给你唱一个你原先总点，咱俩一乱斗你就让我唱那个唱腔另类吧。祝菲儿生日快乐，也祝在场的每一位哥们们，在今天晚上玩的开心，玩的高兴啊。这首情歌唱给你听，把你当作天上星，为你去过断崖边，也曾为你踏山巅，为你孤身逆苍天，我为你笑看人世间。爱有短梦短人长，我恨你没在我身旁，只有今生且醉要我狂，天涯两茫茫，爱情还在断崖边，桃花是我残云烟，我愁的你上上天，说为何没把我手牵，一生因你为你舍，我只求你能记得我，就算我们没结果，我也不会再闪躲，我爱你这三个字，这一生我只说一次，这一生我的心事说就是陪你看乐子。祝菲儿生日快乐，然后管理老师麻烦把公屏那个扣俩人一边胖那小子给他外外号记起来，来来来，报警给他抓起来，来找俩飞虎队破窗而入进他家，送他副钢手脖子给他枪崩了。你可以说我的，但人家今天大过生日，欠乎呢。行吧，多的也就不多说了。菲儿也是坐挺长时间的，今天身体也不舒服，就让他我就少耽误点时间吧。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主持人黄昏，也祝大家玩的开心，玩的愉快。小哥，你真的，你发个奖，不差这一会儿，你发个奖，发五个这个腰带啊，今天腰带多。抢板凳还是在直播间锁屏啊？公屏文字啊，公屏文字啊，文字的方式。好。啊，一次性发五个，禁止打、啊、禁止打字吧，啊，发五个腰带上。等一会儿，我先自个儿也扣，我看我能不能抢一个。三、二、一，停！完了，没抢着。恭喜！哎呀，看到过大 Q 家的这位老铁啊，恭喜小人。恭喜小善玉，恭喜玲儿，恭喜单纯，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刚刚好，到单纯这儿就刚刚好了。对，好，行，恭喜五位老铁获得的腰带啊，非常非常的幸运啊。行，那我就先下去了，菲儿越来越美啊，直播间一路长虹，我们再见。好嘞，感谢一下我们的 Q 姐啊！看不到城里的月光。来，那我们继续啊！感谢一下我们的，欢迎一下花絮，感谢一下我们的缘分姐。既然这样，还不如坚强。谢谢你教会了我。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是我们的花絮啊。这个我要没记错，前几天的话，这位主播的话呢，这个也是上外月什么啊，印象特别的深刻啊。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特别努力的一位主播，大家的话呢，也记得多多关注关注。来，那我们把麦克风呢，就交一下我们的这位主播。好嘞好嘞，接过那个黄哥的麦克，就是非常感谢啊，这结果这刚一来你就给我连上了，整得我挺诧异，我搁底下那个啥没有，正搁这点呢，刚才又点了一点，反正刚直播这个月没几天，完了也那个祝愿姐的这个生日会能够圆满成功吧，同时也祝愿咱们的4823越来越好啊，祝愿姐这个七彩传媒也能够越做越顺利，然后平时对老弟也挺照顾的，然后这个有活动也听着咱大家伙也在说，结果看你朋友圈，然后就慕名而来啊、嗯！谢，希望姐能越来越好。以前的时候也总来，但是以前那会儿挣的少，也不太好。现在挣的多，多刷点。行了，姐，我不耽误时间，然后你该连连吧，我就送个祝福就完事儿了。心意到啊，祝愿姐越来越好吧！感谢姐平时以来的这个照顾，还有咱们所有军团游客的这个支持啊！
好嘞姐，你播你继续吧啊，然后黄昏哥你接麦吧，我就下去了，送个祝福。你可以唱好吗？怎么这么快呀？好，那我们继续啊。一会儿还有其他的主播呢，放心吧，奖品的话咱们继续会给大家一会儿发放啊。那欢迎一下我们的小朵，来，你好，我们这位妹子啊。大家的话呢，程老师的话呢也辛苦一下，报一下我们这边的嘉宾啊，欢迎一下我们的旋律，来，妹子请接麦。啊，接好黄昏哥的麦，然后祝我老大生日快乐，祝我大七彩越来越好，然后给大家拜个晚年，然后唱一首歌，唱一首狂浪送给你们。一波一波接踵而来，大风带着我摇摆，梦在燃烧，心在澎湃，不用徘徊，大摇大摆在人海，随着心情放肆嗨，别不住跟着脚步，要爱你就来，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在起起伏伏，狂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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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不被约束，狂浪狂浪老大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拜拜。哎呀，好啊，对这个味儿的啊，没毛病啊，这个嘎又开亲上了。来，那我们继续啊。只为了美丽的绽放。感谢一下我们的缘分姐啊，这个确实特别能刷的一位这个女神好啊。来，那我们现在呢所连到是我们的晴雨姑娘啊，也是我们自己家公会的一位女主播啊。来，你好姑娘。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大家辛苦了，老大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祝老大越来越好。我觉得祝福的话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心意都是一样非常深的，然后好这个字呢也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好，身体好，唱歌好，然后直播间也越来越好。给老大送一首《将来梦》，然后也送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还有所有的主播。突然间联络我了，词儿还没有想好。
好嘞啊，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位主播啊，欢迎一下我们的旋律。感谢一下旋律的礼物啊，来成武老师辛苦一下。其实啊，今天的话呢，我们的菲尔啊，这个确实啊，这个就只发了个朋友圈啊，据我所了解，所以说的话来了很多的一些主播啊，一听说啊菲尔这个活动啊，立即的话呢关掉了直播，立即的话赶了过来。那在这里的话呢，也是感谢所有的一些嘉宾们。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邀请一下我们的心月一哥啊，我们的旋律，来老铁请接麦，掌声有请。好好，接过黄哥麦啊，那个有什么接呀、啊？你这也太低调了，我这朋友圈吧，平时都看的都是少，然后。我今天还纳闷呢，我说怎么这左一架飞机右一架飞机，我说菲儿姐今晚上行啊，然后后来别人说你过生日，你这给我整的姐，你说一声通知一下子对不对，你这给我整的我当时老忐忑了，我说这扯不扯，我还寻今晚上还在这播呢，哪啥呼还播呢，我说那赶紧吧，我说赶紧下来，我说我姐这边这个对我挺照顾的，因为我是个 YY 新人嘛对吧，菲儿姐作为老前辈真是照顾我太多了，我说赶紧过来啊，然后这边呢行了，那个解释一声为啥来晚的原因，也请六九军团的兄弟姐妹们多多担待啊，然后在这里面诚心诚意的祝我菲儿姐姐生日快乐，然后祝六九军团企鹅宝宝们越来越好，也再一次对我姐对旋律的在过去一段我的发展历程当中对我的帮助和照顾说一声感谢，真心的啊，真谢谢我姐啊，永远是我的好大姐，永远是我的好姐姐，然后那都是唱歌主播，我这沿着前辈的足迹啊，那来一段吧，来一段，然后送给那个我姐啊。前两天在年会唱这首歌，送给你们，感谢，谢谢谢谢，再次生日快乐。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风向你的眼，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瞅了、哦、这个最近这外卖大环境整的唱歌在直播间都很少很少了，就一直在那聊天，很难，很羡慕像我姐这样能做到，能靠才艺走到今天，实话在这里再次祝生日快乐，我今天下了啊，兄弟们我今天下了，拜拜六九军团所有兄弟姐妹，拜拜我姐，等会儿怎么的、哎、你先发个奖，你发个奖品好吧，那个充电宝啊，你给大家发五个，好吧？发五个呢？五个？咱家有十，我手里就一个呀。那四个我一会儿下播我再买吧。啊，你发一下啊。找五个、啊？怎么发？什么方式？我这边分析什么方式想？啊，公平截屏，直接联系五个，有没有马甲和真爱要求？
你看心情，随意。啊，没有，我看心情。那好，那咱这么的吧，啊，看心情的话，既然说来了，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来了哈，今天是我菲儿姐的生日，我先把平解一下子啊，我也不墨迹，我直接呢就拒收，我有权限吧哈，我就拒收了，然后拒收那个消息以后呢，往上倒数，直接发五个，然后场控老师这边也记录一下，来。也没有什么要求了，这边就是说，当然了，最好就是没改马甲，改个马甲；没开真爱，开个真爱，啊，这边只是五个，不管南来北往的游客也好，还是真正的这个六九军团兄弟姐妹也罢，啊，这边我都算了，也感谢你们对我姐的支持，好不好？来，三、二、一，来了！等会儿啊，等会儿，恭喜这个一个。啊、哦，还有我家一个，感谢啊、哦，恭喜这豆子，一个是这个句号的叫啤酒的，还有咱家这个豆子的，然后六九军团我狼的，这不都是？姐，我不是来上这儿给你刷要刷点礼要东西来了啊、哦，还有这个坏坏的恭喜，好了，恭喜以上啊，掌控老师也记录一下子，谢谢。好了，那我就先下了啊，哥，黄宏哥，我先下了，姐我也先下了啊，也祝愿活动圆满成功，后面应该还有好多人呢啊。嗯，好嘞啊！感谢一下我的旋律。哎呀，我不瞒大家说啊，我这边的话有一个场控叫小胖的啊，这个微信名叫小胖，告诉我黄哥，你这边该发这个了啊，这边的话到这个东西了啊，赶紧发啊，挺好的这个人啊。来，那我们继续。好，那我们。哎，你好，这位妹子。哎，这个姑娘长得暗机漂亮，这么漂亮妹子怎么能没？不可能，不应该没有微信呢？来吧，老大，生日快乐！然后很高兴，然后在这个七彩直播了很久了，然后老大帮助的很多，然后也谢谢六九军团的哥哥们。嗯，祝我们七彩公会能够越来越壮大，然后4823也是越来越好。嗯。我唱半首歌送给大家。随着西风飘渺远走，痴人梦话，我钟情的寄托，就像枯萎凋零的花朵。星火燎原，我热情的眼眸，曾点亮最灿烂的天空。晴天霹雳。绝情的放手，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喜落，人寂寞，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于是爱。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祝老大生日快乐。好嘞啊，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位美女。因你沉鱼落雁而陶醉，扑啦扑啦飞，扑啦追相随，把你
好，那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的话呢，我们继续啊，来，那么连到的是我们的阿宝啊，可能我们厉家军这边的话是不是要来了啊？一会儿姑娘的话，可能或许你一会儿直播会卡啊，给你做一个提示啊，来吧，我们的阿宝，开个麦，姑娘。我的妈呀！我一来我就紧张，你知道吗？听不到。天哪！啊，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好了吧？好，祝老大生日快乐！嗯，平安健康，植物道路一路长虹。然后也祝我们六九军团越来越强大。啊，我一来就紧张，那什么，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啊，我给大家唱一首啊，我相信，送给大家，送给老大。好嘞，感谢一下我们的主播。来，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欢迎一下我们的七哥啊！哎呀，那今天晚上确实啊，这个人气啊啊，确实人气真高啊！那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沈曼，来连一下我们下一位嘉宾的视频。感谢一下我们的回哥。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啊，也是一位 OW， 也是我们 YY 年度啊这个最佳新人，对不对？而且的话呢，我七哥的话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主播，大家的话呢多多去关注关注啊。我七哥的这个直播是非常的有特点特色，而且的话呢特别中意的一位主播。那我把麦克风呢就交给一下我们的七哥，来掌声请。那个祝菲儿生日快乐，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越来在这个直播道路上越走越顺利吧，啊，越走越顺利。完了以后也恭祝这个六九军团，完了以后每一位底下的兄弟们，完了以后跟菲儿一块过个生日，你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吧，啊，完了以后其他的我不耽误时间了。完了，你过生日你不知我一声啊，你啊，对不对？你也不知我一声，你也不把我当个腕儿啊，你啊。行了啊，我觉得这菲尔做事肯定没毛病，咱也不从来不带差事儿。你这以后啊，你得支持回啊，你得发个信息啥的，你邀请邀请啥的啊。行了，我下去了啊，走了走走走走走了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拜拜。好啊，感谢一下我七哥。我不瞒啊，大家说这个他今天做事就这样事儿啊，就发个朋友圈，这些人都不知道啊，全都不知道啊。来，那这是幸好啊，看看微信的，有的可主播可能知道了，有的可能是在这个粉丝的口中知道的啊。来，那我们继续。哎呀，我曼姐，
漂亮啊，真的是真的是 YY 当中的一只名花啊，确实特别的给力。而且的话呢，我曼姐的话呢，也是这个在年度当中啊，大家有目共睹。那我把麦克风呢就交一下我们的大曼姐，来掌声有请。好，记住我这辈子最不想看见的一个男人，那就是黄昏的麦。为什么呢？因为每当看见他的时候，我的钱包都要少钱的。哎，礼尚往来。我刚才去查了一下，这个生日的时候，菲儿给我转了多少钱？我合计是转个3000多、4000多，差不多了吧？我这一看，你对我是下死手啊，转那么多钱，你让我怎么还？哎，所以我看见你我就脑壳疼啊，但是还是得还。今天过生日了，你应该比我大一岁吧？我是00年的，你应该是99的，对吧？应该我记得没错的好像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在这里祝那个我们家这个菲儿生日快乐，然后越来越漂亮。也希望菲儿家的小伙伴们呢，然后能够一直陪着你们的老大，因为这个菲儿家这个69军团啊，那是有目共睹的，相当的威武。那我就唱半首歌吧，送给现场所有的小伙伴们啊，也送给这个69军团的小伙伴们，也送给咱们家菲儿生日快乐。然后如果要喝酒的话，记得少喝一点啊。唱一首，唱首什么呢？我看一下，唱首有寓意的歌吧，唱一首《明天会更好》。这个送给菲儿以及菲儿家的小伙伴们，希望你们的明天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们伴他久久，生日快乐。轻轻叫醒沉睡的心灵，慢慢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更冷。抬头寻找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我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菲儿会更好。好，一首《明天会更好》送给现场所有的小伙伴们，由于后面的嘉宾特别特别的多，都是我估计跟我一样都是不请自来的那种，是吧？但是没关系，我脸皮厚啊。祝我们的菲儿生日快乐，我就不多耽误了，越来越好啊！今天晚上肯定能吃饱，回头我下去我就把你钱还你，再见黄昏。好的，那在这里感谢一下我们的曼姐啊，整上他们的曼姐啊，整上去了的就是，来，那我们继续啊，换一下我们的格调，来，那我们连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感谢一下我们的缘分姐啊，我情愿破碎无所谓。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是我们的月儿姐啊，这个也是我们 YY 当中的一大美女，大家的话呢记得多多去支持她。刚才我看到了微信转账啊，微信走了。来，那我把麦克风呢就交一下我们的月儿姐，来掌声有请。
谢谢我们的黄昏哈。那个微信转账这块，我刚才在跟我们家的小伙伴商量一下，我说那个我想要给菲菲刷个万元榜，我说这样的话榜好看一点。之后我说你看我这个过周年的时候呢，菲菲也给我转了账。之后他们跟我说，姐啊，你还是老大，你还是给那个红包吧。我说为什么呢？实惠啊。那行吧，所以就把这个顶榜的事情交给了缘分姐，交给了这个天道酬勤。完了之后我负责就给实惠就行了。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为什么会给我们家的飞宝宝选这样的一首歌曲？飞宝宝这首歌曲我送给你，同时也要送给咱们绥化老乡一个大拇指。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让我看到六九军团的团结，六九军团的威武和霸气。只有在你有事儿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支棱起来的那一份帅。所以，患难才能够见真情。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伙会不会认同。简单讲就是，任何事情咱们想一千次一万次，不如实实在在的去干一次，对吗？你想一千次一万次，你不如去做一次。所以就算华丽的跌倒，也胜过无谓的徘徊。所以我飞，我没有想到我们绥化的丫头不错，因为我也是地地道道的绥化人，只是我在广州长大，只是有点这个沾点南方风情。你们家飞还欠我一顿饭呢啊！来吧，我给你个机会，告诉大家伙。你说。到时候来绥化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去年的时候都没有赶上有一个年度赛嘛，咱们都没有聚上。对，我去年我回去的时候，我是正好那个时候我在停播的时间，我办了那个护照，我寻思带我老妈出去国外装装逼啥的哈。完了之后呢，我就给她发了个信息，她好刚好那个在打年度的预选赛，等到我再回来，她在找我的时候呢，说姐我们一起吃个饭，我刚才我已经在另一个城市了，就来不及了。所以再吃饭的话，我估计就等到我下次再回去，因为我这边还得要再回去一趟。因为我这个就是动不动的就一段时间回去一趟，我必须得要吃我飞一次，要不我这钱转了我心疼。上次我记得我停播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飞过去给我随了礼哈，一架工会飞机过去之后，等到我们家飞再回来的时候，我也给他随完礼，随完礼我跟他说了这样的句话，我说飞呀，我给多了，你能给我退回来点吗？他来说姐没有。就我跟你说，姐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哈，就是我就记着呢，完你到时候不行，你给我退回来点什么的，是不是？行了，生日快乐，我的小宝贝儿。之后接下来黄昏见麦，拜拜。哎，好啊，我也是绥化的。好，那我们继续啊。来，那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的话呢，可以看到啊，这个直播间的话呢，已经开始上人了啊。在这里的话呢，欢迎一下我们的李家军，欢迎一下李哥。好，那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的话呢，确实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力哥这个我比较了解了啊。力哥的话呢，经常跟我们的这个费尔啊连麦呀、啊，帮平时啊这个互动特别特别多，而且的话这段时间我哥也是特别的忙碌啊，天天晚上随礼啊送礼啊，特别好啊。那我把麦克风呢就交给一下我们的大力哥，掌声有请。好，接过我好兄弟黄昏的麦克啊。那个我大妹子也太低调了，你连个请帖都没给我发，你心里也太自信了，你就知道不发，我知道信儿就得来是吧？没有，我心思发个朋友圈，这两天嘛也是不咋太舒服，今天也有点感冒，还没好利索，然后就先发个朋友圈，完了，我就没一个一个的去发。得回呀，得回咱俩直播还一个点儿，要根本就不知道。但是吧，我就总感觉是啥呀，菲尔这个孩子啊，他永远就是他就好像一脸抹不开肉似的。这么随礼对吧，就是人情世故，我有事你都没插过事儿，你有事你就发请帖就发一个呗，你这个老朋友圈有时候谁能看到啊，以后第一个给力哥发，嗯，必须得那个哥宝又来了哈，在这儿吧，祝我大妹子这个生日快乐，越来越好，好不好？祝你天天开开心心的，工会也越来越好吧。关键是，
我实话实讲啊，有时候我就为什么喜欢跟你连麦呢？我一看中你就特别亲切的那种感觉啊！大家不要想歪了，我说那个亲切就是，好像就是特别喜欢跟他俩在一块聊天啊、互动的那种感觉。完了，然后他总是时间也，咱们时间也好几年了，也很长了。嗯，关键我跟你俩连麦天，我永远能说过你。我要跟老哥宝子连麦呀，他天天扒着我，我都现在都不乐跟他玩了。那天天的，我老怼，我也怼不过他呀。这样吧，哥也不耽误你时间了，下边我看有很多人，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工会越来越好，祝活动圆满成功，把麦克风交给优秀主持人黄昏。发十件礼物。啊，啥礼物妹妹？那个发点奖品哥啊，发点奖品十个啊，那个以公屏文字的方式啊，发十个这个腰带啊，金腰带。那就那啥呗，黄昏，我就转播呗，转播我截呗。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哥。好嘞好嘞好嘞，这样那个你们扣4823吧啊，我查321，你们开始啊，3、2、1，哎，停！好，这个十个呢啊，十个啊，那这样、哦、先取这五个吧，要没等咕噜上面的就没了。哎，我报不上去啊！恭喜弟弟小神，还有不思良，还有拾荒老头，还有到这儿吧，好不好？好，要再往上的咕噜不上去啊！再来一轮，哥，再来一轮。3、2、1，好，这个是清风，还有穷和尚，还有龙哥，还有小乐，还有江边鸟啊，恭喜！行，好，那我就下来了，我下来哥给你刷礼物啊，生日快乐，妹妹。好嘞，感谢一下我们的力哥啊，恭喜一下我们的以上的啊这十位朋友啊。好，在后面的话还有一起拍掌的，来，那我们连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所连到的也是我们 YY 当中啊一个。